不要动我！我动你怎么了？你那是工作证。来，号是多少？我现在是打在给公司里。号是多少？你我看你是已经吃多了是不是？我什么吃多？我正常录像嘛。我今天我是正常公民嘛。我警察在家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合法公民嘛。我怎么了？警察的话，只要着制服。我合法公民了，还什么执法证呢？我谁叫你的？合法公民要求您出示执法证的时候，您就要出示执法证。无理要求，公，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否合法，懂吗？不合法，幺幺零打举报就完了啊。好，可以。你这是无理要求，你现在打幺幺零。可以，我不要无理要求。证件的话，我要求你出示执法证。我穿了制服，就是警察了。你觉得警察是假的，你可打幺幺零举报啊？你这个是不合理要求。我对着监控讲啊。嗯，对。公安法法律规定的，警察。周制服，什么制服呢？看到没有？我这是制服吗？你的号牌呢？你工作号呢？你的号呢？没有那个要求。这位警察好像也没有号码啊。我说没有号码。哎，不要动！不要动吧！你指什么吧？我就是退后，你挑衅的话，你不懂吧？你指什么吧？你不懂吧？你指什么？工号牌你都不带，你指什么吧？你是人民警察。对。你懂吗？你是执法人员，你不懂吗？我告你什么？我告你什么了？你不懂吧？你指什么吧？啊？你不懂吧？你指什么吧？没少年，我是在警告你，你在挑衅带走。我没挑衅。挑衅谁？那是哥哥。都在录像，那这位大哥也在录像，都在录像。你们的警号拿出来呀！你在这罚款罚那么多款，我知道你罚款是公司的还是自己私人的。我已经喊了，我喊警察过来了，我喊110过来了，等着。我再说一遍，你说什么？你在挑衅警察？我没有挑衅警察。我看你们吃多了，我没有挑衅啊！你们抢我手机那分钟，我全部录下来了，凭什么抢我手机？你都认钱了？哎，真是的。执法人员懂不懂法？不懂法执什么法？你大了有问题是不是？我什么要大了有问题？你是犯的法律，警察做制服就可以执法了，你觉得？我就告诉你，合法公民，合法公民要求你出示。